妥达的勇气。我像沉默的气球泄了气。反正这一次这支 MV 应该像是故事叙述型的一支 MV， 对，跟上一支 Hard Party 大有不同。全世界最痛的是我。现在我来到一个特别原生态的地方，河边，然后我现在光着脚，准备踩进水中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这次就突破了自己。唐玉刚这个点子是我跟导演提的，虽然鼻子真的很呛。每次拍 MV 好像都有一辆车。真的就是后面这几个哥哥帮我推，然后我往前开了两步，竟然还倒回去。这次有很多的情节，然后很多镜头，真的像拍电影一样。我相信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想念的人，那你们的想念时刻都是什么呢？敬请期待。